透视已经解锁密码，大家好，欢迎收看《禅宗说卦》的实地解剖。伫开始今仔日这节目进程，先来甲大家分享一个天赛的八个故事。阿梅甲伊的三个同学，四个人拢被安排伫一间病院的妇产科伫咧实习，但是最后只有一个人会当留落来，成为正式的员工。愈接近实习结束的日子，这四个人之间的比赛嘛愈激烈啦。站在病院的角度，其实这四个人的表现拢真好，所以到目前为止，病院这边嘛无法度确定到底要选对一个。因此，病院院长决定要举办一届考试。有一天，妇产科的主任雄雄蹦蹦叫因四个人过去。就有一个产妇，讲有一个产妇要紧急生产啦。因为对方的身份特殊，所以病院这边决定要派人去因家处理。这四个查某囡仔坐起救护车，嘛无清楚状况，只知影代志真紧急。伫个车顶，除了因四个人以外，还有副院长、主任加两个资深的护士。可能是因为去的人太过多，所以他们也很紧张。副院长不愿意说出产妇的身份，只跟他们说，你们只要知道他的身份不普通就好了，其他的事情就不用管那么多。我会特别叫你们四个人来，就是不想让你们错过这么难得的学习的机会。所以等一下，您一定要详细看清楚，用心观察学习才会用得。后来因发现产妇的状况真不乐观，无办法在厝内面动手术，一定要送去病院。不过等大家拢上车了后，发现车顶已经满了，产妇的先生无法度甲因做伙去。啊，毋过动手术一定要有家属会签名。所以大家就看副院长等伊的指示。副院长一边压头记录产妇的状况，一边叫因赶紧上车。就伫这个时阵，阿梅落车，将家己的胃让予产妇的先生。伊着急讲，车顶有遮尔济的护士甲医生，欠我一个嘛无要紧。但是产妇的家属只有一个人，产妇那是。若是醒过来，无第一个时间看到伊的先生，一定会真伤心。所以恁赶紧去，我等一下就回去啊。三天了后，病院的院长宣布阿梅毕业了后，会当留落来做正式上班。院长甲即群少年人讲，三天前的产妇只是一个考验，希望经过即届考验，恁会当记得，无论未来恁有啥物款的成就。拢爱记咧，天赛会当伫个天顶飞，就是因为因将家己看甲真轻的关系。有德的人一定是有福之人。如果咱会当放下心中的自我甲自私，加替别人设想，相信这个社会就会更加平和的。第一，先准备三个古铜钱，也是一般的银角仔。图案那边代表阳，文字那边代表阴。先调整家己的呼吸，让家己保持在一个平静的状态。然后将钱放在双手的手中心，在心中默念今仔日的月令日期，然后拜请拜请福气。文王甲周公，只是你想要占问的代志，会吉凶好歹。刷落来摇动手中的钱，将钱轻轻弹到桌顶，由下往上记录你拨出来的人的阴阳。当你清洗完内卦，也就是下卦的三个爻以后，爱搁再默念一摆，你想要占问的代志。继续拨出三个爻，完成外卦，也就是上卦的三个爻。补充说明，月令日期相当的重要，
因为伊会当帮助咱判断吉凶，所以请大家爱家己去查万年历，也是农民历。举例说明，国历111年3月18日，伊的月令日期就是壬寅年癸卯月庚午日。第三，确定好日期，接下来就要将空蒙的部分找出来。日期是由10天干加12地支组成的，两个一组配对，一定有两个地支无配到天干，这两个地支就是空蒙。比如讲，卜卦东江是庚午日，咱将天干加地支拢配合了后，会发现水加亥两个地支无对应的天干。所以是空蒙损害。第四，咱咧记录牛的饮用的时阵，爱个字以少的为主。譬如讲，三个字当中是一阳两阴，也就是一度两日，咱就爱记作少阳。如果拨出来结果是一阴两阳，也就是一日两度的话，就要记作孝音。如果三个字的结果拢是同款的，就要特别做记号，因为这代表有变卦。三个字拢是字，就是老音；拢是度，就是老阳。在变卦以后，老阳的部分会变成孝音，老阴的部分会变成孝阳。在装六亲之前，咱要先学会向装地基。装地基的原则很简单，就是阳卦装阳地基，阴卦装阴地基。阳卦为乾、震、坎、震，阴卦是坤、兑、离、巽。阳地基为子、寅、辰、午、申、戌，阴地基为丑、卯、子、未、酉、亥。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在装阳地基的时阵，要对顺时针的方向，因为子是乾阳之数，所以要照着子、寅、辰、午、申、戌这款的顺序来装。但是在装阴地基的时阵，因为米是坤阴之数，所以爱对历时针的方向，照着米、子、卯、丑、亥、酉的顺序来装。对初爻开始，顺序由下往上，每一个爻位分别代表的地支如下图。会记得咱有讲过，12地支拢有各自代表的五行，对右下角顺时针来看，亥子为水，寅卯为木，子午为火，申酉为金，其他的丑、辰、未、戌拢是土。不如84000的法门来对治众生的烦恼，就好亲像一支歌，会当有非常多的面向来解说众生的问题。生活当中会出现一道又过一道的阻碍，会让咱以为家己输了生活，其实咱只不过是输了迄个着急、惊吓、甲忧愁的家己尔。人生中处处拢是选择，快乐的过嘛是一天，痛苦的过嘛同款是一天。所以当咱碰到问题的时阵，绝对唔通逃避，应该要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想办法来改变对咱不利的局面，才是正道。今仔日咱就要用各种无同款的主题来甲大家介绍一挂实际上发生过的案例，看是要如何透过易经卜卦推算出问题的答案，以及如何将咱捌学过的解卦技巧实际运用伫生活当中。这支卦是个性要问甲人合股开拍波的状况，
根据我上个显示，对方就是看个性脾气比较好，所以才会吃定伊。八卦日期是甲辰年甲戌月，忌亥日空亡是辰酉。个性八条的卦是地雷虎、东五牛、甲南牛、变风雷雨。个性真享受甲别亲戚朋友大家做伙开讲饮酒的过程，但是伫别人的店内面总是爱注意比较较济的代志，譬如讲讲话声音、甲时间，而且嘛毋是每一个所在拢适合因聚会。进前个性嘛有想过要甲因的朋友约伫因家就好啊。虽然因兜的空间未小，但是人一坐难免嘛会是会感觉不爽快。后来个性就决定要将伊这几年来投资所赚的钱，拢摕来开一间pub。愿意甲伊合股开店的朋友有两个，因一个是室内设计师，一个是食材帮中业者。加上个性因为工作关系有食材，几个袂歹的酒商。所以准备要开店的过程真顺利，无碰到伤大的困难。店开起来了后，因为真有特色，加上介绍功德，所以生意袂歹，扣掉成本，每个月拢有稳定的收入。但是最近个性甲其中一个合伙人有一挂纷争，一开始因为个性拒绝伊的提案。对方心生不满，所以就请阿弟的朋友的面头前，或者是厂商的面头前，无好个性面子。个性想讲，大家拢是几廿年的朋友，卖甲场面唔加伤歹看，所以就一直忍耐。但是对方也因此愈来愈过分，伊甚至开始考虑，干咩用钱甲对方的股份甲买倒来，伊家己经营就好啊。不过，考虑到过去的情分，伊也是想要先透过八卦来知影，甲别人合股经营拍博的状况如何？问经营的状况，用心看车财，细后用心注注的车财，有日来富是日日见财现象，代表个性的店。目前经营的状况是袂歹，加减也有赚到一寡钱。应后代表个性的合股人。应后起身抽头兄弟甲月龄抽出行，往上无紧。应后抽头兄弟甲细后祖水的车载合客祖抽合，兄弟客车载表示伫这段合股关系内面，对方将个性吃死死，个性会受到比较较侪委屈。总结来讲，个性八条的卦是地雷虎当变风雷雨，本卦六合，细牛代表个性，应牛代表介意合股的人，应牛抽土兄弟虽然甲细牛主水的车载六合，主抽合，但是因为应牛的兄弟会克细牛的车载，细用之间是合克的状况，这就表示对方吃定个性。发生冲突的时阵，大部分拢是个性先让步。如果因个要继续合作，个性恐惊也是会被对方来个欺负的。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身体健康心安宁，投资求财必得利。做伙学易经，家庭幸福永港心，修行路上可见性。禅宗说卦节目后期账号。42274784，号名是方法界基金会。这个卦是出生要问家己的身体状况，八卦以后得到的结论是出生疾病缠身啦。而且目前治疗的效果真有限，八卦日期是癸子年己未月壬辰日，可望是五味。出生八条的卦是随风进，当二爻加四爻变做三弦。28岁出生是一个业务，伊本身有食薰的习惯，因为工作关系，伊常常会需要饮酒应酬。伊大部分的时间拢是伫外口咧食，难免就会比较较油、较咸。
前一段时间公司健康检查的时阵，发现出生有高血压加高血流的问题，唔也是安尼，医生也检查出来，出生的红阿菌的血管已经和血压甲脱掉的，有变矮的现象。医生经过出生，一定要控制饮食，上好是有血压、血脂、甲血糖的指数，拢控制稳定。啊，那无血压，随时拢有可能会脱落。一旦血压流入去脑部，恐惊就会造成脑中风。后来医生就先开控制血压、甲血脂的药啊，互出生吃。因为出生是家己一人大，上班真无闲，所以基本上伊也是拢伫外口咧食饭。而且因为应酬济，伊嘛无好意思叫大家陪伊食，较清淡一点啊。所以嘛是照常食大鱼大肉。最近伊除了有头晕、精神歹的问题以外，伊个目睭皮顶悬也生瘤，而且伊个小腿旧筋的频率真高，回诊的时阵，医生看到伊的血脂的指数不但无降，反倒当个也升高，就讲伊家己那是无愿意控制饮食，食药啊嘛是无效，而且照目前的报告来甲看，伊会得到心血管疾病、肝脑中风的可能性非常大，因此煞才会想要来八卦，知影伊家己的身体状况会如何？先来看细牛的部分，细牛出土的车载有日月来生有旺相有金，而且原神的车载日冲暗动又搁甲月亮宿命行，安尼卦象有三种的解说：第一是爱注意饮食方面的问题；第二是爱注意房事过度的情形；第三是爱注意食伤补的状况。在牛起势有变为靠入食伤好的意思。细牛出土的车载暗动会起势，代表一辈用神的官贵，表示出生辈有家当的现象。问辈用神看官贵，细牛用神神金的官贵，同化海水的辈了。官贵有机会来生，官贵旺又个动，代表伊的病情未轻。用神的官贵当会摄细牛的车载之气，表示所在病真歹长根，病毛甜心，婴牛嘛是婴牛，坐海水的爸母同化五岁子孙，爸母当会克子孙，表示目前治疗的效果无好，而且爸母主婚定，代表全身也有精神无好的状况啊。总结来讲，四牛用神生金的官贵，同化海水的爸母，官贵旺代表出生的健康状况真歹，官贵当有病必当的意思。而且四牛用神的官贵当会摄四牛的财气，表示短期间内出生的病治未好。旺相有金的财牛气势，表示伊爱注意饮食伤过营养，甲房事过度的问题。婴牛的爸母当会去克，代表伊的子孙，表示目前药物治疗并无发挥伤大的作用，伊的病情也是真严重的。这句话是贾小姐要问招生的状况，不过以后得到的结论是招生的状况真无理想，大概在优惠时阵，伊的课程就会结束啊。不过日期是甲新年丁卯月壬午日，可望是新牛。贾小姐播到的歌是地泽林当三牛变地天台。贾小姐是一个上班族。因为伊真喜欢做运动，后来就去考瑜伽的老师的证照。一开始，伊是利用下班的时间伫厝内面拍影片，教大家运动的技巧。后来累积袂少的人气以后，伊就决定要开班授课。即马伊一礼拜
会有两天的时间在健身中心教民众做瑜伽。有人就建议贾小姐开网络的课程，安尼对无法度来健身中心上课的人比较较方便。贾小姐感觉这嘛是一个办法，试看卖啊。因为课程少的关系，吸引真济人来上课。伫个台北，贾小姐嘛办过两三天实体课程，反应也算是袂歹。无偌久，贾小姐就辞职，决定要转去伊的故乡。伊甲高雄的一间健身中心签一间的合约，伊爱伫遮教瑜伽，但是课程的广告拢已经定出去一个外月啊，报名人数也是无济。若是过安尼继续落去，因的合作真有可能就会提早结束。因此，伊才会想要透过八卦来知影课程招生的状况会如何。问后生的部分用心都爱看子孙，而且婴儿的入侵也爱特别注意。细猴肉目的官鬼林月玲往上无紧，官鬼朱凡优表示，贾小姐为着课程招生的问题非常的烦恼。婴儿海水的车载无入月来生物，是需求无紧的状况。安尼挂上会当解释成贾小姐本身赚钱能力不足，三猴抽到的兄弟当心头的。兄弟化进神，兄弟当必克在，表示这届招生的结果真无如意。然后用心有金的子孙不但未破，而且是休求阁无金的情形，也是前后方空茫、真空的状况，代表招生的状况真无理想，恐惊无几个人会来报名伊的课。总结来讲，代表贾小姐的细猴，这肉目的官鬼，官鬼林月玲表示，在课程招生的过程中，伊会碰到真济麻烦，无法度顺利进行。婴儿海水的车载需求无紧，代表有趁钱能力不足的问题。人后用心有金的子孙未破，日刻压到空亡，是真空的状况。表示招生的状况会真歹，因为优惠时阵用心有金的子孙都会封得，所以大概是伫个优惠，伊的课程都会提早结束啊。这句话是本社要问请员工的状况，根据挂上的显示，对方并无意愿留伫因公司上班。包括日期是2016年1月，任英语科目是新知。本身挂着的卦是泽雷水，当初后变泽地吹。本身目前在一间食品公司上班，因为因公司属于外商的公司，所以主要的管理权甲公司总经理的职务，都是日本人来负责。本身知影总经理的脾气不好，而且会讲的中文阁真有限，所以前几任的秘书的压力拢真大，拢是做不到一年就离开啊。最近伊负责应征一个新的总经理的秘书，虽然真侪人拢有兴趣，但是大家拢无两工，就讲压力伤大，无爱来啊。昨本身伫个面试的过程中，碰到一个少年人。伊讲，虽然伊的日语是家己学来，但是伊有通过日本的证照，鉴定，嘛有去日本留学甲学习过，而且伊嘛捌接过真侪文件甲现场的翻译的工作，交流应该是无问题。伫个面试的过程中，本社会当感受到伊是一个人才，所以伊真积极想要说服伊留落来上班。但是对方讲，伊要两个面试，希望本社会当予伊时间来考虑。因此，伊才会想要先透过八卦来知影，这个人敢会来因公司上班。问找员工的用心，除了爱看车载以外，嘛爱注意应劳的部分。
世后信徒的车载求求无尽，又搁落空梦，而且用心信徒的灾后也被月亮幽金的光辉甲合照的。世后空梦，就表示本身对这个人嘛无信心，伊无自信对方会来因公司上班。应后用心弥陀的车载无入关来师傅求求无尽绿寿，也是白虎，白虎主生食。加上细猴和硬猴之间无来相合，表示对方最后未选择去本社因公司上班，建议本社卖有上大的期待。总结来讲，细猴心头的车载求求无尽，一个防空梦，表示对方无意愿去因的公司。硬猴迷途的车载求求无尽，一个是白虎，细硬无相合。代表结果会予本身失望，迄个人未去因公司报道。以上就是今仔日的实例解剖，希望透过今仔日的解说，会当予大家更加了解如何透过易经来替家己指引方向、解读疑问，进入易经的世界，了解国外运用、掌握家己的命运，予你拥有幸福、健康的人生。感谢你今仔日的收看，咱下回再见。